来，我们刚刚已经比完了一场那个周杰伦猜歌大赛，听前奏猜歌，然后刚是我小赢，那我们再加赛一场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这场电影。哇哦，答对了。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。耶！啊，再加上一首吧。再一首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你喇叭坏掉是不是？哦，也许。哦，对。你弹着手般的夜曲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。Hey Siri， 再一首。Hey Siri， Hey Siri， 他没有想理你的意思。下一首。哎呦，这个难度哦，这没听过哎，怎么可能没听过？这个有啊，是一站纸商吗？不是，我听，哎，等，怕我妈妈听爸爸了，哎，不是，你是听吗？爸，我回来了，哎，是吗？不是吧？他名字是这样哦，爸，我回来了，哦，对。我要哪一首？我忘记名字。哎，我又赢了，要不要再加赛一场 ？Hey Siri， 下一首。完了，这我没听过。这你没听过？这屁啦！这个你没听过？那个你我不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不然你没听过，尴尬了。这个歌单哦。我骑着我的摩托车。好嘞，我真没听过这首歌哎。分裂哦，完蛋！我做对分裂，八度空间的分裂。这时间没发觉，让我带着你离开。没有了证明，没有了空虚，基于两种立场，我会找。你好厉害。真的要不要再加一首？最后一首，这最后一首了。赢下了最重要的一场战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一向北，一路向北。前奏都还没下就知道了，但你算是少数可以跟我比的，毕竟算是没有人可以在周杰伦的猜歌，不是他没有人可以跟我等，没有人他播到都太热门了，如果他都播到播到一些冷门的，你就输了，可惜了，我们刚好错了就三分钟。Hey Siri， 还要再一首是不是？下一首，哪一首冷门的？所以说很忙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哎呦 ，Hey Siri， 彩虹很冷门哎。下一首，但是它偏抒情歌，所以还是很热。安静。你要
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。哇，我太简单，哇，好强哦。欸，我怎么那么强？欸，我是不是很强？下一首，对，你很棒，这给你。已经长大的约定，那样清晰，踏过沟的我相信。上半场结束，吴梦婷暂时以6-4领先，下半场李宇辰是否能逆转呢？让我们期待下一集。